怎么就没分割清楚啊？没分割清楚呀！我告诉你啊，孩子必须得跟我，你别打明目的主意。我没说孩子的问题，你看你这老打岔，我正算着呢。我是说钱，钱没分割清楚。哎，王凯旋，从咱俩结婚到现在有多少存款啊？你信你不知道吗？ 咱买房子那首付的30万，你看我们家出的呢。我就知道你要说这30万首付的事儿，我承认呢，你妈出的，对不对？我跟你这么说吧，丽丽啊，你要想跟我离婚，你得给我150万。什么？我给你150万？对呀，别着急，马上我给你算呀。 咱俩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是145万，对不对？当时你们家付了30万的首付，但是这个房子现在市面的价值是320是吧？减去你们家那首付30万，咱们俩除以2，一人是145万，那还有一些残值呢，像理财啊、基金，有的时候股票上，我跟你出的主意，你中的签儿，包括我帮你买的女性用品，交的罚单，年底请你们公司人吃的饭，算在一块儿给你打150，就算是2.5万，加在一块儿就是174万5，40万5入150万，这回我算的明白了吧？一会儿我把这彩信账单发到你手机上啊。你有病吧？嗯，我哪给你弄150万？你弄不来这150万呀，所以说咱俩这婚也离不成。 你别再想离的事儿了，房子给你，你给我150万。哎，你怎么能这么想？就这么着啊，咱们先分居吧。反正就不离了呗，先。什么馊主意？怎么样？什么怎么样？就按你那办法办的呀，把丽丽气了个半死。 你就说没离成，不就得了吗？哎呀，有时候我自己都佩服我这个脑子啊！全在点上。现在人呀，离婚不是不想离，是离不起。是离不起啊！哎，我说你这不像成功达到目的的节奏啊，怎么整得无精打采的？不离婚的目的是达到了。 但是丽丽现在肯定特别讨厌我，特别烦我，肯定认为我小心眼儿、爱算计、不爷们儿，还跟人要钱，肯定把我看扁了。这老衲出此下下策吧，只能救你一时。双刃剑没办法。嫂子那儿现在什么情况？但是明明回娘家了。
那你去追啊。追什么呀？我丈母娘那人什么样你还不知道？我那我只能捡你燃眉之急了。那这后院火大，你还得自己想办法。不过我觉得吧，有时候背一阵子黑锅是有必要的。只要他朝好的方向走，别那么满心羽毛。丽丽，晚上有时间吗？一起吃个饭。晚上我得接儿子去。啊，挺远的。是，有点远。没考虑买个车？这不摇号呢吗？没号怎么买呀？是，没个车还真是不方便。你看啊，最近开会你都不在，我这心里没底儿啊。那赵总，抱歉啊，我争取以后再也不迟到早退了。不是这意思。其实，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以让司机去接明明。不用不用，太麻烦您了。不麻烦，现在小学放学早，我的司机那时候也没什么事儿，而且我那个点儿也不用车。赵总，您放心，我以后绝对不会因为家务事影响工作。我不是这个意思。哎，你会开车吧？我会啊。有车本？有啊。我公司啊，好多车闲着。如果你不跟我客气的话，随便先开走一辆。哎，赵总，那个车的事儿，特别谢谢您，但是我还是自己解决吧。就知道你会拒绝。好吧，丽丽，咱们也算朋友了。如果有需要我帮忙的事情，一定要开口，好吗？行。哎呀，老伴儿，你平时可从来没有给我熬过菜粥啊！好家伙，这女儿和外孙一来，你倒熬起菜粥来了。你也给我来点健康饮食好不好？那是，我女儿受苦了，我还不给她弄点顺口的、清淡的？哎呀，话不能这么说，这夫妻吵架这也是正常的。那你平时老是跟我吵架，那我算不算是受苦呢？你就别跟我和稀泥了，我这心里难受着呢。哦，好了好了好了，我不招你了，我不招你了。哎呀，快去开门去啊！谁呀？凯旋。爸，我买了点水果，看看你的妈。谁呀？哎，修水表的。修水，凯旋，你妈妈情绪非常不好，你啊，赶上再来吧。哎，我知道你们就是因为我们这事担心了。我想告诉你们，我跟丽丽没事，不会离婚的，啊，慢慢都会好起来的。奇了怪了，水表也没坏，门口怎么还聊？哎，妈，我回来看看你们。啊，我跟丽丽啊，我们其实没什么事儿。啊，黄凯旋。我没看错吧？你还好意思到我们家来？我正想找你呢。你现在是越来越长行势了啊！你妈现在不在了，我今天就替你妈好好管管你。嗯？大不了，大。哎，妈妈妈，你别太激动了，听我给你解释一下好不好？妈，你听我给你解释一下行不行？怎么了？腰疼，你说你干嘛呢？爸，我理解妈现在这情绪，要不你替妈打我两下，好不好？让妈消消气儿。好了好了，凯旋，不是我说你这件事情的确是你做的不对，丽丽一直照顾着你和孩子，现在孩子才刚刚上学，正是需要你们两口子一起奋斗的时候。你说，你怎么能在外边胡搞呢你？啊，爸，我没在外边胡搞。你没在外边胡搞，误会了。那是我一个同学，我同学吧，和我们医院这个领导，他们俩家里出了点问题，我们医院这领导家暴，结果俩人就离婚了。这不让我帮着劝吗？这劝一劝，反而让丽丽给误会了。误会啊？
这能是误会吗？啊，那你管丽丽要钱是不是误会啊？要什么钱呀？150万呢？哦，其实我活这么大岁数了啊，我女儿还能让你给讹了？哎呀，说话不要这么难听，什么叫讹？你这是在抢钱，你知道吗？啊，你们闹到这种地步，虽然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矛盾的起因是什么，咱们暂且不说。夫妻离婚分割财产要150万，不是？你听我说，不是啊，你们分割财产那也是应该的，但是你却问丽丽要150万，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啊，哎，再说了，你们的房子虽然有升值，但是你卖了以后，你让丽丽和孩子住在哪？你再说了，你卖了以后，不是你再买要钱？不是，你听我说，你再买，你能买得起吗？你有什么权利这么干呢？啊，这房子是你出过钱，还是你们家出过钱？我没想问他要150万。那你想要多少钱呢？啊？我就是不想跟丽丽离婚，我没想问他要钱，我就拿这个事儿想难为他一下，这不就不用离婚了吗？行行，你这些花言巧语，我现在不想听，你气死我了。哎呀，你说你生气吗？妈，你也别生气了，你好好把那腰养养。啊，那过两天我再来看你啊。行了吧，凯源，你走吧，走走走，啊，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啊，你也别生气啊，你好好照顾照顾妈，这过两天我再来看你了。哎，凯源，你听我说，啊，这个人和人之间相处最重要的就是真诚。我听丽丽说你已经骗了她很多次了，你让她怎么再相信你呢？以后。好了。你先走吧，有什么事以后再说。走吧。东西我看了，修改意见都写里了，你瞧瞧吧。谢谢你啊，丽丽姐。哎，没事儿。要是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就问我吧。哎，丽丽姐，我觉得跟你在你那组里干呀，真是学到不少东西呢。嗨，其实让我负责这个事儿啊，也是赶鸭子上架。本来爱美那摊事儿，我就是想让你做的。没想到葛经理又放我身上了。哎呦，你不用解释那么多，丽丽姐。你说咱俩相处时间也不短了，你是什么人，我还不了解吗？再说了，咱俩都是听命办事儿的，决策权不都在那些头手里？你要能这么想，那就太好了。丽丽姐，你说你工作经验又这么丰富，而且思路也挺清晰的，要不然这样吧，我把你介绍给我朋友，你挑头把这个活揽下来。咱俩一块干，啊？什么意思啊？朋友那个公司不是想找个项目负责人来接这个活吗？这个公司的项目你也有所了解了，你觉得怎么样？哦，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项目还是你负责的话，你就能自己接了，是吧？哎呦，那这不是挡你财路了吗？真对不起啊。没事，丽丽姐，我这根本也不在乎，咱俩一块干。而且我这个朋友呀，特别大方，到时候这案子跟下来呀，肯定能分不少钱呢。这可能不行哎，本身爱美这个活儿啊，我都已经焦头烂额了，分身乏术。但我们家呀，事儿又多，你理解理解啊。我这可能真不行，谢谢你的好意。哎呀，那丽丽姐，我还是得谢谢你，要不然这样，晚上我请你吃饭，你挑地儿。今天晚上啊？哎呦，这我一会儿得接孩子去了，今天可能不行。咱俩改天吧。军情你知道不知道？这垃圾要动了，就说明咱们回来了，知道吧？他要是没动，灯也没亮，也没有出入，他断手就没意思了，知道吗？这我还真没想到。是啊，你我这个兵败当了，当
你打仗不用脑子，光有力气打，肯定早死了。那这加三还回来吗？起码暂时不行。哥，就你一个人啊？我嫂子呢？回娘家了。回娘家了？玩真的呀？什么真的假的？我都听见了，嫂子要跟你离婚。我跟你说，你这回麻烦大了。爸回来了啊！爸，嗯，你去哪儿了？回了趟家呀，看看装好了没有，搬回去住啊。那你们什么时候搬呢？我帮忙。什么？那什么时候搬家？我帮忙。你哥没催我，你住几个？你算老几？你？哎呀，人家小两口闹别扭，那闲杂人等还不赶紧撤离啊？谁闲杂人等啊？啊？你算什么呀？你怎么不腾这地方？行了行了，爸，你俩这干嘛呢？还逗什么闷子？你们都在这住啊？我没有意见，住挺好的啊。哎呀，凯旋，跟你陪阿姨啊回家看什么呢？就是房子装这么长时间，应该差不多了吧？结果可能以为咱们给钱少了，下水不给你弄好，那不得返工吗？那本想快点，结果这拖进去了。是啊，拖到现在地儿可大了。嫂子带着明明都回娘家了，真的假的？凯旋，真的假的？嗯，是回去了。小三儿，不是小三儿才怪，你那个小三儿问题到底怎么解决的？爸，那顶多就是一夜情，算不上小三儿啊。那也不行，乱七八糟的，谁和谁一夜情啊？不是你，你别乱说呀。不是爸，您也不能叫小三儿。什么小三小四，您就别添乱了。我这是被冤枉的。你要真是被冤枉了，你这个冤总有昭雪的那一天。你要不是被冤枉，儿子，你这个罪过可大了，你知道不知道啊？啊，你知道咱们老王家世世代代做人头一条讲究的是什么吗？省，不是，是抠。我敲死你！我告诉你。做人头一条讲究是正，啊，作风正派，啊，为人正直。你说你这个生活作风上要出问题，别说一夜情，就半夜情都不行。别说人家丽丽跟你离，我都不认你。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你只要答应我一声，我知道你没事就行了，啊 ，Echo，Echo， What's going on here? Can you stop knocking on the door? People are sleeping here. Are you crazy or what? Do you respect people here or not? 这么大一个男人没有脸吗？别人不理你，天天和老婆闹，有意思吗？你还是缠烂他干什么？I'm sorry. 喂，李院长，王凯旋，有啊，怎么了？业务还行。什么 ？Echo 推荐的。行，我知道了。饿了没有？没有。
巧啊。对啊，大家明明啊。谢谢赵伯伯，谢谢赵伯伯，不谢不谢，你们真乖。丽丽，你看你又来，写来写去的多见外。赵总，您今天怎么路过这儿啊？啊，我这车啊在 4S 店保养，这不刚好弄完吗？来取车的。哦，那这不是您之前坐的那辆哈？啊，这车是我以前的，逸致。这个车开了七八年了。舍不得扔啊，所以隔段时间就去做做保养。不错，这车里边空间还挺大，也挺舒适的。你要不嫌弃，你开着这个车去接送明明怎么样？这车放在车库里啊，时间长了也废了。啊，这哪行啊，我哪能开这车呀，这是您的车。我就是想着呀，等我摇上号就买一辆，明明可以让他爸送。你都不理我爸爸了，也不跟我爸爸住一起了，净多嘴。怎么，吵架了？啊，没事。赵总，这车不行啊，不行不行，我不能要。嗨，怎么不行？你呀，就想的太多了，老怕欠人情。哎，这样，咱们签个协议，车算是租给你的，怎么样？租给我？啊。你看啊，我这车老不开呢，我也怕报废。你先把车开走，等你买了车呢，再还给我。我每个月呢，象征性的收你点钱。不好吧？有什么不好的？再说了，我这么做也不单纯是为了照顾你。你现在负责的这个项目是我们公司今年最重要的一个项目。我看你现在啊，有点辛苦，所以啊。怕你完不成我们的任务啊，跟不上趟。这个事儿呢，算是公对私，不算私对私，怎么样？让我再考虑考虑吧。哎呀，有什么可考虑的？就这么定了。明明，你看行不行啊？我看行。他就下去了。起哄的好，那就这么定了。我说 Echo 怎么那么着急，非要让马达调过来呢？来喝水。原来他在跟你赌气。不过呀，我这也确实需要这么一个人。如果你看着他不顺眼，就把他放我这好了。林院长，别啊！王凯旋的确是个人才。前段时间主要是我一时生气，现在已经没事了。我这儿还真的需要他。好好，我不夺你所爱。对了，这个 Echo 跟咱们院现在还有联系吗？你还是问问他那个同学吧。方凯旋，他呀，现在后院起火呢，已经忙得焦头烂额，我看还是算了吧。向前啊，你说让我怎么说你呢？你虽然是个留洋的大博士，但是这书读多了，他也有副作用。你看你以前和 Echo 那是多好的一对儿啊。是，都是我不好。那我想问问你，你还想不想和 Echo 和好？想啊。但你又怀疑他和他那个同学好？我只是把我看到的一些事实说出来而已。所以你就跟他那个男同学的老婆说了你的怀疑？结果呢？两个人真的闹离婚了。向前啊，你听我给你分析分析啊。如果他们两个人没闹离婚，那么一切都好。但是如果他们两个人真要是离了，这个男的就剩一个人了， Echo 也是一个人，他们又都是单身，都会恨你。你说到那个时候你还有戏吗？向前啊，在乎一个女人就不应该把他往你的情敌面前推，你应该做的比那个情敌还要好。可你现在呢，就是给人创造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撮合人家在一起嘛。这么浅显的道理你还不明白吗？明明不换鞋。老爷。明明回来啦。哎，弟弟。哎。
哎，你们今天怎么那么早啊？今天赵伯伯送我们回来的。什么赵伯伯呀？谁呀？啊，一个客户，今天正好路过。赵伯伯说要把车借给妈妈开呢，大汽车可漂亮呢。什么客户啊？这么好心肠啊？嗨，就是一普通客户，你别净瞎说。本来就是嘛，妈妈非不要。还说是吧？也，这有什么呀？还不想让我知道？八成是你的什么追求者在讨好你吧？没有，你看你想哪儿去了？就是个普通客户，好吗？这有什么可稀奇的？我女儿这么优秀，总不能让一个王凯旋给拴死吧？真是个客户，你看你真能联想。人家就说要租我辆车，我这还没同意呢，考虑呢。嗯，人家愿意借给你车是好事儿啊，这么远的路你天天这么跑也不是个事儿啊。再说。你的车猴年马月能摇上啊？你要不想欠人人情，就给租金，这样两不相欠，不也挺好吗？要不你就把王凯旋的车要过来，你不能总迁就他，委屈你自己啊！听见了吗？嗯，听见了。接回来。哎，裴大爷，我问你话，先回答我。啊，他们让别人接走了。别人？谁呀？他们公司的一个客户。男的女的？要是女的，我就不这么别扭了。这人多大了？看着没你们大。是不是个大款呢？哎呦，爸，您就别刨根问底了，行吗？帮你分析问题，回答。哎，这会儿能是谁呀？那两个人吧，谁？看看看看，那可不一定。嗯，没准娘仨呢，保不齐四个人。刘主任，您请进。啊，伯父你好。啊，你好你好。爸，这是我们医院的刘主任。凯旋，弟妹在家吗？她还没回来呢，你找她有事儿？这不，我给她赔个不是。要不这样，我刚才路过的时候看楼下有个居酒屋，要不咱们到那儿去边喝边聊。好吧，爸，那我跟刘主任出去聊会天去啊。好。哎，对了，伯父，这是给丽丽带了点东西。啊，好，谢谢啊。来，坐。小泉，这个就是你升任副主任医生的文件，我已经签过字了，院长也盖过章了。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们科室的副主任医师了。怎么了？啊，我知道。你对我有看法，不过上次呢，的确是我不好，我做的太过分了，你不要介意啊。没事。啊，谢谢你啊，主任。啊。凯旋，你到底怎么回事？不会是？丽丽真的误会了，误会大了。现在跟我闹分居呢。分居？你们可千万不能分居。她现在已经住到她妈家了，
要跟我离婚。你看这事闹的，都怪我，都是因为我多嘴。凯旋，要不你看这样，你看我还能帮你们做点什么吗？谁也帮不了我现在。要说这人呐，就是要想开，想开了，什么事儿就没那么了不起了。本来我还是挺看好你跟凯旋的，虽说我平时老敲打他，那不都是为了给你撑腰吗？我不是瞧不上他，可我万万没想到啊，他会出轨。我更没想到他还要讹你钱。妈，别说了行不行啊？又说一遍。我就是气呀，我气他怎么那么不知足。我这么好的女儿，她还在外面乱搞。要真这样，你自己也留点心，有追求你的，你也别不当回事。没有人追我，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谁呀？不会是王凯旋吧？丽丽啊，丽丽，有人找。你坐吧，你还想买东西干嘛？坐坐坐。你是丽丽的朋友吧？啊，是。你是不是姓赵啊？刘主任，你怎么来了？啊，我问了凯旋，特意找过来的。你是凯旋派来的说客吧？妈，这是凯旋他们领导外科的刘主任。我知道，那又怎么样？这堂堂大主任连自己的女人都管不了。哎呀，坐坐坐，他，你快过来坐着坐。伯母，误会，这是个误会。我今天来就是特意来澄清这个事儿的。你坐坐坐，有什么事咱们坐下来说啊。坐吧，刘主任。哎，丽丽，你也坐着。丽丽，这中间确实有误会。虽然说我看见他们在一起了，但是他们在一起真的并不代表什么。而且之前那些事儿吧，都是我随便猜测和想象的。我这个人就是太多疑。如果那天那些话对你们夫妻感情上面有什么不好的话，我向你道歉。你不用道歉，刘主任。他们俩没你说的那么清白，因为我也亲眼看见了。这事都怪我。你说，这本来就是我跟艾可闹点矛盾。但是我找凯旋，也就是想让他帮帮忙，帮我劝劝他。可是我还误会了艾可，以为艾可还是喜欢凯旋。这吧，都是我的不对，把这事儿弄得太复杂了，还冤枉了他们。就为这样，这艾可跟我说了好几次，可是我就是不信。这回艾可真的气跑了。对了，丽丽，你可千万不能误会凯旋。凯旋他真的是一个好医生，也是个好丈夫。这不，这回院里已经正式批准他升为副主任医师了，我也签了字。你们真的应该好好在一起生活。刘主任，其实咱们真的没误会他们。还有，你觉得我对他当副主任这个事儿就那么在意吗？这事儿您能过去，我心里过不去。哎呀，丽丽，有什么话都说清楚了，不要再赌气了啊！对呀，赌什么气？我不是赌气，爸，你知道什么呀？刘主任，那说完了，我就不留您了。哎，丽丽，你得想清楚了，这离婚嘛是个大事儿，你要是真离了，要想再在一起，那可就难了，而且这个后果我也承担不了。离婚当然是大事儿了，我已经想清楚了，这事跟您也没关系，您不用有负担。你这又是何苦呢？昨天晚上我去你家了，看见凯旋，他也挺难受的，而且看着他爸妈在那儿也挺揪心的。等等，谁爸妈？啊，凯旋他爸妈。坏了，
看来王老头住进去了。伯母伯父，那我有事我就先走了。丽丽，这事儿你还是好好考虑考虑吧，我先走了。 老王，嗯，和这么多面干嘛呀？这个生和得找窍门儿。你看，每次蒸馒头啊，发面和面蒸吃，发面和面蒸吃，你这个一下弄好了，吃不完，往冰箱里头一冻，哎，再要吃一溜行了。这现吃现蒸多好啊！哎，这个省事儿的，它不是。那要好。喂，王凯旋吗？不是，我是他爸。您哪位啊？老王啊，我是丽丽他妈。你好，秦小伯。哎，老王，你怎么住到凯旋家了？哎，丽丽没跟您说啊？我家里装修，暂时在这儿凑合两天。那位也去了？妈。哪位啊？就是你新找的那个。他当然得过来啊！您这话说的。那你跟凯旋说一声，我们一会儿就过去啊。你们一会儿要过来，亲家母要过来啊，这事儿麻烦了。住哪儿啊？不是我们自己家呀。哎，我说丽丽，你公公住你们家的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我没告诉你吗？当然没告诉啊。他们是不是一直住在那儿啊？那他说是就是吧？那人家家装修呢，那不然住哪儿去啊？你傻呀！你们现在闹离婚，房子是咱们的，他们在那儿住算怎么回事？你小心他们打你房子的主意啊！打房子的主意？嗯，不会吧？那房子不是咱们家付的首付吗？就算离了婚，那应该归咱们呀。他们要是一直住下去，保不齐出什么幺蛾子呢？啊？弄不好王凯旋再把房子过户给他爸怎么办呢？给他爸？嗯，那更不可能了，他总得问问我吧。行，王凯旋敢背着你找小三儿，还敢管你要150万，他们家什么事干不出来呀？也是，那可怎么办呢？什么怎么办？收拾行李回我们自己家去住。去住？嗯，那么多人挤屋子没地儿了。再说我不去。哎呦，我的傻女儿，这都什么时候，你赌什么气啊？弄不好你房子老公都没了，到那时候我们家才叫竹篮打水一场空呢。我倒要看看谁敢把我的房子夺走。凯旋。哎。你做好思想准备哈。怎么了？刚你丈母娘来电话呀，说丽丽带着明明一会儿就回来住。丽丽要回来了。哎啊！另外你告诉凯哥，把这屋收拾收拾，别弄得跟狗窝一样，丽丽看着膈应啊。嗯。那丽丽回来了，您的房子应该差不多了吧？要不您跟陪阿姨就回去。哎，你说你傻不傻，儿子？这个房子我现在就是装修好了，我也绝对不能搬回去住，你懂不懂？为什么呀？还为什么？我告诉你啊，丽丽为什么现在带着孩子回来住，你想过没有？她是担心我们在这儿长期住下去，把房子占了不给他们挪，懂不懂？不至于，你把丽丽想的也太……不是丽丽，你丈母娘的话里话外就这个意思。行了吧，你给这丈母娘分析的够透的呀！领导干部白当了这一辈子。告诉你，哎，你这样啊，我们只要在这儿住一天，丽丽就绝对不会离开这个屋，懂不懂？这样呢，正好你们就趁机啊，把误会啊，把矛盾都解决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是不？将来还要在一块儿过日子嘛，是不？嗯，那就赶快收拾。嗯，好。馒头熟了没有？快点，你把这和面嘛。
弟回来了。爸爸！哎，你怎么回来了？哎呦！妈。哎。爸。怎么还带着行李？这是明儿要出远门啊？出什么远门啊？真凑巧了，我们家也要装修。你们也装修？嗯。哎，不是前天刚装修完吗？楼上漏水，没办法，就得弄啊。哎呦，那是，那个可怕。那这是什么意思呀？还什么意思啊？我们就得住这儿了。住这儿？啊。没地儿了，这么大房子还没地儿啊？凯旋，你安排一下吧。我来铺排，运筹帷幄。你看啊，你们老两口呢，主卧；你们小两口带着我孙子，客卧；我们老两口呢，书房；凯哥，沙发。集活。爸，嗯，那个我跟明明，我们俩住他那屋，啊。那那也好办呢。凯旋，你沙发上，凯哥撂地摊又起火。您倒真会安排啊。要不？一块儿吃饭吧。我们吃过了，你们吃吧。老田，进来吧。爸，小事都得当回事儿，柴米油盐锅碗瓢盆，难念的经家家都有一本。事业梦想加上零碎，刮风下雨事业没个准儿，人潮人海路压墙根儿，在一起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生活是煎炒烹炸一锅大杂烩，爱是唇齿相依也会拌到醉，有分有合有喜也有悲，尝遍酸甜苦辣才有滋味。生活是吹拉弹唱一场喜乐会，爱是互相搀扶手心搭手背，有你有我有笑有泪，酸甜苦辣夫妻天生一对。家常零碎，刮风下雨事业没个准儿，人潮人海路压墙根儿，在一起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生活是煎炒烹炸一锅大杂烩，爱是唇齿相依也会拌到醉，有分有合有喜也有悲，尝遍酸甜苦辣才有滋味。唱一场喜乐会，爱是互相搀扶手心搭手背，有你有我有笑有泪，酸甜苦辣夫妻天生一对。生活是吹拉弹唱一场喜乐会，爱是互相搀扶手心搭手背，有你有我有笑有泪，酸甜苦辣夫妻天生一对。